发现进了枫丹之后，元宝的音乐是杀得越来越疯了。提起最牛的枫丹音乐，我首先提名我最喜欢的青莲。过去听 CD 的时候，这小追光一打上，夫妇一开口，那一瞬间我只能用震撼形容。而且元宝是真的对这首歌很上心，他甚至请来了四位音乐人分别演唱这首歌，把我整个首页都霸占了。下一个提名的《吞星之境》战斗曲，尤其是被吞进豆子里这段，哇，听得我头皮都发麻。这么多优秀的音乐，我更期待11月7号的夏日回响音乐会了。官方音乐霸屏这么久，也该是我们二创音乐登场的时候了。光是听预告，我就已经超级期待了，真等不了一点，快让我听啊！记得旅途的风吗？为你抚平了悲伤，沿途与你呀，和我一起曾分享的过往。